目前这个呢叫土工布啊，把它铺到这个堤坝这个斜坡面，为了防止洪水对堤坝的土进行这个怕这个给冲下去是吧，啊，然后用木桩进行加固锚定。大家看一看哈，那个石头和那个树枝呢，就把它给那把这个车给挪走，但是因为它那个大。